得太精彩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多龙战车的龙机甲形态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啊。东方莲，秋秋博士是不是被我们气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猴赞猫，秋秋博士想找你谈话。不对呀、啊，秋秋博士明明干的是你呀、啊。秋秋博士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惩罚我呀！谁说我要惩罚你了？我还想奖励你们呢！虽然你们每次都被吼吼龙守卫队打败，但是也多亏了你们，才让我收集到了多龙战车的数据。我手上的 U 盘程序可以让多龙战车陷入瘫痪状态。你们想办法潜入到吼吼龙基地内部，通过中控台把程序输入到多龙战车的电子芯片里。只要多龙战车瘫痪，你们就可以尽情的捣蛋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给你们配置了香蕉二号。这可是按照你们喜欢的飞船专门定做的哟。哇，是我们的最爱呀。秋秋博士，请您放心，这次我们绝不会失败的，等着我们疯狂的复仇吧。吼吼龙守卫队，叽叽。我是闪电，我是阿电，我们就是助人为乐的吼吼龙守卫队。带上这个，我觉得自己就跟闪电一样厉害。让我带一箱胶告诉你们，嘿嘿，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，哇哇哇，好酷，好酷的飞船，哇哇，你们没听到吗？我们是邪恶又强大的香蕉兵团，快点给我摆出害怕的表情啊！我是闪电，我可不怕你，我可没空陪你们玩过家家，幸福能量强。幸福能量升级完成，你的面具也是我的啦，叽叽，还给我，你这是小猴子，你拿得到我就还给你，叽叽。哼，你们这些坏猴子，我要叫吼吼龙守卫队来帮忙。嘿嘿，我终于能赢一次了，庆啊！哈哈，来了，有什么困难吗？伙伴，我们不玩了。哇，你们等等，好歹也要把比赛比完再走啊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小朋友，你有什么麻烦吗？这三只猴子抢我的玩具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，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背包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闪电实现，不怕困难，并肩不怕困难，重重天线，吼吼龙集结，
守卫队，快举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一生团结，小心吼吼龙能把邪恶化解，闪电龙战机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面对波龙越野猪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演，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闪电，你再慢点，我们可要走了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侯宝莲？侯二毛、侯三毛，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，请你们乖乖把玩具还给小朋友。不可能，被我们抢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了。香蕉一号启动。在我的极速面前，你们是逃不掉的。龙机甲形态转换，飞天龙战甲，极速引擎推进，猴三毛，快点吃香蕉啊！没问题。抱抱香蕉屁。居然还有那么多！我真讨厌烤香蕉的味道。叽叽，烤香蕉可是我的最爱呀！哎。冷风机启动，感受疾风吧！飞天龙爪，重创敌人吧！到此为止了，把玩具交出来吧。闪电，你听说过一句谚语吗？什么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侯宝莲，嘿嘿嘿，惊喜不？闪电，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呢！香蕉激光发射！你引以为傲的速度也躲不过我的激光呢！叽叽。再这样下去，飞天龙战甲会严重受损的。我要呼叫队友增援，电磁波干扰启动。怎么没反应？在我的电磁波干扰下，你的通讯信息是无法传出去的。极速引擎启动，闪电，别急着走啊，我请你品尝一下走出香蕉皮的滋味吧。不痛不痒啊！不对，好臭！侯宝莲，我们成功了！别高兴太早，计划只完成一半，接下来就到我表演喽！叽叽叽叽叽！哦，原来这个面具是这样用的。吼吼龙守卫队应该就要来了，你们快点把闪电带走。哎呦，为什么打我们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，演戏就要逼真点，得让吼吼龙守卫队看到我打跑你们的样子，叽叽。是啊，还是侯宝莲聪明。那我再让你打一下。行啊。快走吧，三毛！啪嚓！啪嚓！我们被闪电打败了，溜吧溜吧！队友们，
我已经拿回面具了。闪电做得真棒，不过下次等等我们。哇，是好好龙守卫队，要好好爱惜玩具哦。嗯嗯，闪电你是我的偶像。既然麻烦解决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好的。糟了，我不知道飞天龙战甲是怎么启动的。喂，闪电，你在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回去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比赛滑板车呢。嗯，其实我的手受伤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启动一下飞天龙战甲？早说嘛。我好像不小心按下了最大马力的启动键。嗯，算了，回家喽。